在瓦罐。牛郎，牛郎，我的家阿哥，阿姐，阿哥，你来救我！阿妹姐，阿妹来救你。安姐，安姐，你赶紧出去进来！安姐，阿哥，安姐。安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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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起来！安静，安静！不太接，应该不太接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这些所在，我安静又困了。安姐，好个在你无代志啊，够给你回信嘞。我这个守护天使，谢谢啊。大概拢是你保护我，只敢问我守护你嘛是应该的。不要，只敢好个在有你啊。在我无认为你的时阵。你真勇敢，代替我做我应该做，却无我可以做的代志。我这大兄，甲你说多谢。我嘛是安杰哥哥，讲什么代替？咱是兄弟呢，不需要讲多谢。是啦。咱就一家人啊！我相信，万一今仔日抱在水底的人是你，温柔嘛一定会同款，完全无考虑就跳在底底救你。安姐，你听我清楚，我不准你安尼做，因为我嘛做阿伤水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恁两个命同款足重要的，啊，你甲安姐咱平安倒转来，真好啦。文瑶，多谢你啊！多谢你平安、甲安姐、甲个你带回来啊！啊对啊，我有替恁传香茅的草泡澡包，稍等下哦，赶紧洗一下身躯。真正辛苦的，会当安定心神，也买当过家稳的啦。大嫂，多谢你啦。是嘞，互你这尔无闲，我以后唔敢，你唔通搁我生气哦。我要哪会甲你生气？会当平安回来就好啊。啊，你的泡澡包哦，我已经甲你放伫房间底啊啦，所以等下会记的，爱真正辛苦的哦。啊！不过我无介意香茅的味嘞，要不过我要介，我要介你今仔日拢着惊啊！
这传统上哦，就是爱用香茅艾草来静心备惊，所以乖乖啦，就算我你不改这味，啊那无，喝寡水，过些水节嘛好啊。啊，好啦，我会乖乖听话，鼻仔定咧静。今仔日看到你为着要救安杰，连想都无想，你就跳落去，迄一步，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。不过你敢有想过，你若是无说你，你是连命拢无用呢？为了救安杰，迄时阵我真正什么拢无想。毕竟安杰是大家心头一块肉，就算爱我用我的性命甲伊交换。我嘛不顾一切，因为安杰之前，阿爸为了救我，替我挡那台卡车，伊的画面到即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多谢你为安杰所做的一切，也讲，今日你已经回来罗家认祖归宗啊。你都不是一个人，以后你要为着你的亲人，珍惜你自己。阿姨，卡苏尼娜因为我，我承认你是罗家的一份子，你都认为你自己是外人。阿姨，你才自己回事的，多谢你救我的查某囝。以后无论安怎，你得平平安安，咱一家伙啊，做伙来守护咱一个家，嗯？咱拢是一家人啊。做爷哥的救小妹，在天公地道的代志，所以我相信，迄当阵哦，若不是因为家风手气用绑起来，啊，若无伊嘛一定头一个时间就跳落去要救安姐。是啊，看到大家心拢挂做伙，干嘛笑话？咱一家伙啊吼，就是爱安尼甘心啊。今仔日的灾，咱拢躲过啊。扫落来，咱敢若存好运，咱老家一定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幸福，对无？好啊，今仔日台湾也无用几工啊，嘛着生囝，较早休困的啦。啊，恁两个赶紧整些身躯的，我会煮润肺汤给恁饮。妈，我也到上岗。嗯。妈，我要去泡澡。嗯。啊，恁两个兄弟也忝啊，你休困啊。哦。姨妹啊，啊，你今嘛？他们也够怀疑文瑶，够有理心，又担当兄弟用啊！好了，你也较早等伊休困嘞，啊！我倒去忍耐啦，你伫我面头前，我目睭紧紧看你跳落去水底无去，规工是生还是死我拢唔知影。你敢知我的心？未衰就是甲你沉落去水底共款，迄种感觉真正足恐怖的。
你别怕，我是平安回来了。是怎样你要为着罗汉子这么拼命？你敢知溪底有啥物件？万一你若是头壳弄到石头嘞，啊，若是讲你插伫烂土内底嘞，迄拢有可能会无命，你知无？万一你若真正有啥物死甲惨，无法度活着回来，你叫我找人是要安怎？我哪有可能帮你一人去完成任务？你知影，我袂做无爸的代志，而且这嘛是任务一部分啊。拄则你嘛看到啊，我临时去救安杰，连老虎米也对我放软软，敢是？这就是我的目的。我毋是咧讲这，那无你是要甲我讲啥？我是要甲你讲。虽然任务足重要的，也毋过无啥物比你的性命搁较重要。我无亲像干爹同款对你这样严格，我无希望你为着要完成任务，连家己的安危拢无顾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真无爱一个哥哥亲像你同款，完全无顾家己的性命念头。你身份哦，真正无应该出现在我的房间。小丹离开了，你嘛赶紧离开。我知啦，你是去无用你的，我替你甲门窗布置一下，让人家准讲你咧困，叫伊莫来叫吵你。其实有够无路用的，一句我较爱你，你的嘴边一直我都讲出嘴。我到底爱等个东西，才会当让你知影，我有偌介意你。是我的全部，我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爱你的人，也是我。我不会看到你为着任何人在拼命，就算讲是为着任务，就算讲只是在演戏。我很不介意看到你为着罗安杰这么拼命，对这么好。我现在只希望干爹的任务会当赶紧完成，到时阵我才会当完全无顾，光明正大去爱你啊。